21岁左投王志廷，2018年从皇家新人联盟出发，隔年升上高阶新人联盟，出赛15场，缴出4胜1败，防御率3.18的成绩，但受到疫情影响，今年3月提前返台。王志廷代表亚大棒培训队，在未来之星对抗赛6场比赛，其有2/3局投球中送出8K， 被敲出6支安打，13分。球队会把那个重量的菜单，还有投球的菜单寄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是重量照着课表走，然后牛棚就会拍影片，然后回报给球队。进步，经验应该比人家多吧？怎么说？就是看的人，看的人看的比较多啦。同样旅美迈入第3年的投手邓凯威，选择先留在美国等待机会，与学长胡志伟一同训练，直到小联盟宣布不打，8月初才回到台湾。今年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就是变化球的角度丢出来嘛，然后就是直球。我前几年不是在练那个转的那个效率嘛，今年还是一样，把那个效率提到更好这样。邓凯威7月被大联盟官网选为巨人农场新秀第20名，8月中跟着亚大棒练球。若还没收到兵单，将会前往台北自主训练。